大家好，这里是青青家。今天早晨陪我爸来逛天津这边的一个破烂事儿，就是卖二手商品还有便宜商品的市场，旁边就是水族批发早市，所以陪他来逛一逛。这边都是冷水鱼，都是按包卖的，特别便宜。我看上了一包蓝寿苗，五花的，很漂亮。一条是9毛钱，可惜当时陪我爸逛走得比较匆忙，没有拍下来那个蓝寿苗。这是便宜，都论宝卖。这还有点好鱼了，有点好鱼。这个一包多少钱？一百五。这大鱼一包才150，你二三四五七八九十，十条哈。十条。那这还小红嘴唇这个。啊，我喜欢这小红嘴唇，这挺好的。我爸已经退休了，整天没有事儿干。因为最近鼓励地摊经济，他在早市上卖了一阵我自己家养的鱼，他觉得非常有意思，所以打算在早市上批发一点鱼拿回去卖。你要蹲点上早市卖去倒行。因为陪我爸逛了一早晨破烂市儿，来鱼市儿的时候已经有点晚了，大部分摊位都已经离开了。能进了，进来吧。馆里面是批发的热带鱼，价钱也比夜市儿零售的那边要便宜很多。这个鱼比热带鱼。这个批发早市刚刚恢复，前面的老板也正在和顾客抱怨说，因为疫情原因，他的鱼都降价了不少，在节前是没有这个价格的。这不是你那鱼吗，爸？姐姐，这鱼您这怎么卖？4块钱。4块钱一条？对，25条鱼100。100一包。这个比我那天卖稍微小一点，4块钱2条我卖的。他这是。这也是。跟刚才那一样。虎皮儿，这燕鱼现在都便宜。现在都便宜了，那阵儿贵。八十一包。几条这里面？不，这里面多少条？八十一包。多少条？10个。10个。给8元1个。您这那还得不贵了，这位。现在那个燕鱼怎么？我年龄时候就养这个大燕鱼，这个。现在鱼都便宜了，前面溜溜。那我先走了。卖一枚的，或者大一枚。大一枚可不行。这够大的，这个够大一条。这鱼挺好。你问问这多少钱一包？你问问人家。3个。哎，这多少钱一包？120一包。还轮包吗？120一包。120一包卖几条？5条120。它这个够大的。这个够大的。我这一包黑壳虾10块钱。你看我这还挺火的。这叫嘛苦木湖鲸。哎，这是嘛？哎，咱还真没见过这鱼。苦木湖鲸。哎，这鱼挺有意思的。鲸啊，这鱼挺有意思，有点那个小鲸鱼赛的。有点那行，有点像小鲸鱼。